大家好，今天整理出9月18日至24日新世界超市步入轮店、法拉城店、多又好身荣行、大中华和汉亚龙等部分超市特价信息，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。随后我们会陆续介绍其他超市特价信息。新世界布鲁克林店特价商品时间是9月18日至24日，部分商品只限星期五、六日，共三天。上海苗 1.39 元，奶油菜 1.39 元，白萝卜3.9毛，鸡中翅3.79元，金钱剑4.29元一磅，炒牛肉6.99元一磅，小芋头9.9毛，红肉火龙果2.99元一磅，特大走地黄鸡蛋7.99元两盒，大排骨1.89元一磅，新疆香梨1.99元一磅，小美黑糖真奶冰棒8.99元两盒，珊瑚虾25.99元一磅，烤鳗鱼10.99元两包，龙利片2.29元一磅，还有各种饮品、副食品和米面制品特价。显身荣海味行举办喜迎中秋活动，特别推出特惠促销中秋快乐礼包138元，包含有鲍鱼6罐加红烧螺片，再加1磅美国威周花旗餐。另一款中秋快乐礼包也是138元，包含有鲍鱼6罐加黄花鱼胶，再加日本原贝和红烧螺片。另一些特惠商品分别是味之菌组合168元，含黑虎掌菌、野生猴头菇、野生白松茸。野生餐68元一盒，买五送一。防癌菌组150元，含西藏野生松茸片、无黄疹松茸、黑牛肝菌和野生五菌方。多元礼品包200元一份，含红烧鲍鱼6罐、300头原贝2磅、爆汁海螺片1罐、蚝干2磅、虾条1磅。美味佳肴素炒组108元一份，含有精品鹿茸菌、西藏羊肚菌和黑鸡葱菌。有机黑豆腐竹18元一磅，三黑菌组138元一份，含有黑鸡葱菌、黑虎掌菌和黑牛肝菌。美国威斯康星州正品花旗餐28元一盒。华乐华超市商品特价时间是9月18日至24日，大红提9.8毛一磅，油豆角1.88元，王子菇1.48元，奶油苗1.38元，莲藕9.8毛，中白鸡蛋及各种饮品、副食品和米面制品特价。新世界法拉城店特价时间是9月18日至20日，共三天，皇帝菜5.9毛，白萝卜2.9毛，日本小南瓜3.9毛，大甜豆腐2.49元两盒，红肉火龙果2.99元一磅，黄金人参果17.99元一箱，大鸡腿4.9毛，金沙排骨2.59元，牛筋1.99元，西槽6.49元一磅，新鲜带鱼2.49元一磅，还有三角鲳鱼和各种饮品、副食品和米面制品特价。汉亚龙超市特价商品时间是9月18日至24日，哈斯牛油果0.89元一个， Black Grape 葡萄3磅装8.99元，黄金奇异果2磅装5.99元，包心菜4.9毛一磅，石榴2.49元一磅，小叶芥菜0.98元一磅，中国茄子1.28元，油菜苗1.98元，火龙果5.88元一磅，越南芒果6.48元一磅，新鲜牛腩7.99元，新鲜猪梅花肉5.99元，新鲜无骨鸡腿1.99元，冷冻薄切猪肉片5.99元，酱腌猪肉5.99元，酱腌捞牛小排13.99元，新鲜西北鱼6.99元一磅，鲜活青口2磅2.99元，新鲜三文鱼6.99元一磅，规格26-30无头虾5.99元一磅，冷冻迷你章鱼5.99元一磅，冷冻龙一片3.99元，还有各种饮品、副食品和米面制品特价。大中华超市信息介绍完毕，如有错误以商家公布为准，望大家见谅。请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这样就能及时收到最新的消息。随后我们会连续介绍下星期其他超市特价信息。谢谢大家支持，我们下周再会，拜拜。